好，我们是夏星星钢琴，今天为大家介绍这台非常新的 YU60AW 哦，284,000多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先让小帮手看一下这个，来，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他那个保证书哈。第一次条件日期是1997年12月，哦，非常的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整部琴拆解给大家看。哦，你看，而且有反向功能哦。哦，这很少使用，而且外观基本上完全无伤。我们要全部分解给大家看，无蛀虫，无泡水。好，哦，好，那我先把它装回去喽。我们来看一下菜琴板，来进去，灯光照进去一下，然后往左边移动，哦，非常新，跟新琴没什么差别。好的，我们来照钢琴正后方，来小方头到的是正后方。来，请进。好，我们拍一下底部。哦，没有蛀虫，没有泡水，而且很亮丽，木头很漂亮。好，好，那为大家介绍这台呢 ，YU60W， 它的打击锤是最顶级的。哦，它跟 YW201、哦、YU5 都是一样，而且它有定拳装置。哦，定拳装置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再帮你拍一下，刚忘记介绍。好，哦，定拳装置这边，我们看到这定拳装置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这样做的话，第一个走音会变慢。哦，不会因为一条弦走音而影响到其他弦，哦，然后声音的强度会更强，强烈，哦，然后我们这边呢有一个拉杆，我们的柔音拉杆在这边，哦，拉起来之后弹奏的声音就会变柔的，哦，是柔调的，那中间的踏板就变成单键延长音的，哦，我们来试试看中间的踏板，按一个键按下去之后，踩下去之后它就继续了。好，哦，就跟平台功能是一模一样的，哦，所以它可以比拟平台钢琴的音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听听看这部琴的整部琴的音色咯。好，它现在是一颗一颗的。来弹一两首曲子，听听看。穿透力比较强，我们可以听听看。哦，它的张力很足够，所以有喜欢的客人啊，可以到我们的台北市万华区举光路148号夏进新钢琴，记得跟我们预约看琴喽。那我们整部琴的照片啊，然后帮大家拍照，这部琴基本上是完全无伤。有喜欢的客人，记得跟我们预约喽。好，拜拜。